我们这个就固定时间3分钟放的歌，你们猜对的数量多的啊，比谁猜的多，真对，太难了吧，真的。雷德森阿姨见了没，他们本来是一对双胞胎，没有，现在两位兄弟站上了擂台，有一曲波涛征服大家，天哪，比谁猜的多啊，你如果你这把赢了，我就在微博上澄清你跟吴彤，然后就是你造的，你早该给我澄清了，我造谣好不好，如果你要是输了，你就在微博上承认假的，你要承认好不好，承认吗，那真偷题了，我以前我一直都在偷题，你这个真的说会打偷题，准备，对，举手回答啊！我有点紧张，开始，加油！他听前奏厉害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就已经出登场了啦！懵懂王菲，答对！你敢？我必须要听到词儿，我必须，咱们下次同词儿放。来下一首，你这。戏曲你听过吗？哦，是戏曲吗？霸王别听，也是不用这么考两位歌神吧，太恐怖了吧，两位歌神都安静了，等一下我听，我知道霸王别姬，不是杨迪，李宗盛林忆莲的那个歌，对，什么歌，往事不是，我是只能回味，继续放我现在知道，我想往有往事，演当爱已成往事，坐啊，接着放，来让明天好好继续，就是当爱已成往事，张国荣吗，对，翻唱，这是张国荣的声音啊！为什么不放李宗盛？他们俩也唱过，是不是？这首歌最先是谁唱的？对，就是他们俩。是李宗盛，你们老放后面唱的，那个《达拉崩吧》也是洛天依的歌，是不是？我都答出原唱来了。哎呀，我说他放的那个版本吗？来下一首。再接着5、4、3，哇，跳好高，跳好高！杨迪，你早就《广岛之恋》谁的？莫文蔚、张洪亮，答对，是耶， yeah! 是不是？刚才我也是这个心情，太可怕了。说喜欢离别，多来几首两人合唱对唱歌曲。你为什么对唱歌曲那么强？我的父母很爱在家里对唱。下一首，周深。Selina 王力宏，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，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。不 ，Selina。我对了，我对了。Selina 任嘉萱，错。王力宏。Selina 王力宏，不是。我在说 Selina 的中文名任嘉萱，我还没答完呢，你干嘛说我错啊？我求你了，这些我都知道。来，答对，3-1啊！他也是急于撇清你们俩的同学关系。我承认我偷题了，但是吴彤每次硬塞给我，我说我不要，他说我要在节目里呈现你那个错。好了，哥，没这事，下一首。气死我了！杨迪，原来你只能赢我们。杨迪，浪花一朵朵，任贤齐、阿牛，错，还有一个人，那个黄品源，错。哇，这么多人！天哪，要命了！周深，只有阿牛吧？浪花一朵朵，错。浪花一朵朵，任贤齐、阿牛、光良，对。耶！三个。你狠呐，杨迪，太刁钻了，这练。喂，出一点，巨难的，特别难，特别冷门的。你倒是看得很开心啊。出那么冷门的。来下一首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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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就是就是不行不行，就是都知道都知道，比谁说的多，比谁说的多，我来我说的多，你说的不多，我说的多。就是来北京欢迎你，北京欢迎你，群星群星，答对。知道这是北京欢迎你，但是人家用智慧有问题，人家说了群星。第一个是那个门打开，一个小姑娘。原来全新空气，要是韩红，啊不是韩红，张漂，然后孙燕姿，小峰哥娜姐，你没有一个来台前唱。拥抱过孙燕姿，算了，后来谢谢了。4-2，这个4-2了，还有两道题啊，还有两道题，我还猜。杨迪刚才那一道，浪花一朵都不相当于三道吗？就是，那我群星可以算50多道哦。太牛了！群星，成龙大哥出现几次？成龙大哥在哪儿唱的 ？M 拍的 MV。好了，杨迪。长城。北京欢迎你，欢迎你看天地。杨迪，输了要认，输了认。下一首啊，来。看一下我吴彤眼睛一直看着周深，就看他举没举手是吧？周深，不是他，他先举的，啊，杨迪先举的是吧？啊，杨迪，你看到了吗，观众朋友们？这就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为什么要避嫌？有什么好避嫌的？好避的，我是菜鸟的，又不是有实力的。先了，都别。你答，来换一个哈。你答，换一首歌，我就要答这首歌。而且我毕业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，你毕业于浙江，算了，不说，浙江传媒大学根本不是大学同学。对，后来成人教育的时候。函授，两个函授班，流星雨 F4 都有谁？言承旭、朱孝天，是不是？是流星雨。坐实了。我要击鼓鸣冤，包大人，特别针对你呀，我感觉就针对我说啥特别，算我一分，流星雨 F 四，算你4-3，赛点了，赛点，都一下了啊，有可能这一对双胞胎兄弟打平。你们都看着点，吴彤的眼睛不作数的，你们所有人都看着点，来，赛点。铁血丹心，周深，杨迪，谢谢，杨迪是周深，周深连举带蹦的，你看这现在就问答案呢，你快点举手，杨迪，你快举手，小杨哥作弊了、啊，作弊了，铁血丹心，罗文珍妮，作弊，我磕着饿的哥，我还能不知道？打平。我磕着我江南七冠，杨过。来最后一道题啊，4-4，谁答对了谁就赢了。我要吃酿菜。啊！我吧，杨迪，想见你。错。像，周深。就是831的想见你。想见你。哎呦，哎，太狠了！他名字有3个想见你。太厉害了！哇！快走！周深太厉害了，周深怎么会知道？太厉害了！我听错了。来呀！也不用这么。